啊，戴太阳眼镜就不会那个，就不会刺眼。好走了。那咋跑？专横，就那种艺人啊，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他。老白呀，就打牌，还有的是打牌的，打牌就是微微的一点，哦，一点点，不要太多。因为还是彩色的比较漂亮，彩色的呀，哦，没错，我们要到那上头，它往下拍这样。哎呦，看这个画皮是很热，哦，天哪，热哈，很热，今天真的很热。哦，我买是刚才我去转一下，背心，今天蓝天真美哈。我以为可能也是说山上的。那我们是要到上阳明山，来我赶紧安静，没啦，没事，你赶紧安啦，你好安啦。 这里还好，没有，等一下到时候可以这样，这里要去拍的，拍这样啊，黑黑球啊的哈，对不对？上面那几棵树，哇，风好舒服哦，好，你们上次来有这么来拍吗？啊？上次来有没有？上次天气炎热，上次有什么？后面没有。长上来跟父母要多少钱？不好意思，我至少跟他算好。北投社山一定要。跟他讲过，我说妈，我要是羊肉。好，要到。 我刚开始缴嘛，我刚开始缴，第一年还第二年就开始再给我利息了。那我不知道，另外我别人的都花了200万了，要缴10年，我缴20万。想到你看，狗狗，你要猜吗？这样也要吃，那样也要吃。人家有人。啊。今天如果站这边，要走，你就要走开。